欸，有看到敌人了，好一个，休想救！上面有一个，欸，下面有一个，这么多人啊！欢迎收看我不可拿铁频道，今天要去玩手游 FIFA 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这一场要来试一下团队突袭的 AUG 好不好用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影片。好的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呢，是我们的亚当，然后这个是由来自国外的那个社团发的影片哦。然后我这边是来分享一下，未来有可能我们的界面呢会变成这样，你们大家觉得酷不酷呢？我觉得蛮酷的。然后可以看后面可以看到三周年跟我们现在那个出生岛的塔，所以说未来有可能会变成新的这个样貌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人物走动之间呢，手上拿的是 M4A1， 未来如果是真的像这样的改版的话，应该会蛮有趣的。然后现在不确定说它这个是广告画面呢，还是下一次呢的更新，或者是哪一次的更新会调整成这样。然后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风格啊，那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只是不知道未来其他的服装会怎么呈现。然后大家也欢迎在这影片下方留言讨论，你们觉得喜欢这样的会动的界面吗？好，来吧，我们来打团队突袭百慕达。然后 2.0 的部分呢，你们看到这一集的时候呢，台服还没有出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，不过应该近期或者是官方公布后就会出了吧。那我们今天要试一下 AUG 这把枪，就是我个人是有点像 AN94， 然后有些玩家留言跟我说他觉得比 AN94 还难用，有可能是因为差别在他下面有涂装吧。再来就这把枪的，你觉得上攻击力很大声，可是打到人家好像不太痛的感觉，会有这样的错觉。今天就来实测一下，我看我可以总共可以拿几场啊？我队友都没有动哎，他可能还在读取。现在这个团队突袭的 bug 就是有时候玩家还没进来，然后买枪时间已经过了，就变成不能买枪。这是游戏 bug 啊，然后你们可以跟游戏的官方客服去反映，因为我的话我知道也没有用啊，他们我也不会修游戏。欸，开战了，刚才想说第一场就先偷一下，存点钱。中间正中间，来我从后面偷上 PP， 第一场就先来一个获胜，我绕有点远，哇队友倒，欸，有两个名字一样，欸，是情侣是不是？小情侣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看到了。OK， 台上，我不喝拿铁想抬你，我是不是要改个名字？大家都很喜欢加想抬你什么的。哦，看小钱够不够，哦？我杀两个，哎，欸，够够够，1700 AUG。OK， 这把枪我觉得是过渡期啦。如果你一开始钱不够的话，可以买这一把。可是买这把的话呢？他跟队友在蹲 ,X18 就差300块。来吧，我们来测一下吧。我先试一下打远的。二倍镜打远。OK, 搞一个。这个感觉上射速很快，可是其实上没有像 X18 那么快。因为 X18 有性感怪兽。这先收好了。再来一个。欸，都倒了，等一下，他冷战凝胶，我直接冲。欸，剩一个，欸，剩一个敌人，欸，结束了。好，很好。我觉得真的是X18比较好用啊，因为现在有涂装，所以我有点期待 AUG 之后出涂装会不会比较好用，可以买防装了。只是通常我配枪我不会第二场就买 AUG， 我会买 MP5， 然后买防装，或会买凝胶。OK。这好像是，不知道是不是观众。我要出发啦！然后 AUG 大家觉得好不好用呢？欢迎影片下方留言讨论。当然是实用度啦，其实什么枪都有一定有玩家在用，有些玩家就可能还蛮喜欢 AUG 的，因为它至少价钱在团队图里算是便宜的。等一下哦，也是要用台，有看到敌人欸，搞一个。休想救！上面有一个，欸，下面有一个，怎么多人啊？欸，可恶，差一点点。哎呦，凝胶加蛮快的，骗他开枪，还，欸，不开枪，欸，哎，他跑掉了。
上面一个，上面一个可恶，毒圈要来了，他应该会下来，又差一点点，血不多啊，他拿狙击枪哎，来啊，哎、欸、队友过去了 ，OK OK， 给队友收，给队友收，我牵制他，队友直接尾刀收掉，就我们三场赢了。AUG 我觉得近距离台枪还算蛮好用的啦，远距离的话你也是要开近以后稍微往上拉也是可以爆头，只是它有时候会飘掉，就刚好那一发的爆头就没了。然后它是自负二倍镜，可以再装四倍镜，可是它二倍镜是拆不下来的，它比 XM8 好，就是 XM8 是不能装四倍镜，这把倒可以。有看到一个人，这是凯莉，觉醒凯莉，他就想要偷，我来抓他，挡，上面管有人，补枪，哎、欸，倒一个，哎、欸，倒两个，还倒一个，啊，这可能会被救哦，吓一跳，我刚才就一直在看右边跟左边，我就觉得凯莉一定会出来，差点就被他收掉，太危险。中间的残血了，可以直接抓一波，欸、队友送上去了。哎、欸，三个都倒了，强心针，他们有强心针，队友把他收掉了。OK， 吃鸡。好 ，AUG 总评呢，基本上来讲这把枪还是可以用啊，只要练习啊。可是如果说你有钱的话，我觉得 XM8 目前还是比 AUG 好用。然后 AUG 的话，就是你如果要练的话呢，你就可能练不开镜的时候抬枪，跟开镜后抬枪，对。就是大致上这种感觉，只是它有可能会飘掉，差音八比较不会飘，差音八如果打头的话基本上就一定中。好，五杀，哦队友杀六个，对方只有一个人杀到一个，好 ,OK,AUG, 实测完毕，基本上来讲如果真的没有枪我还是会拿啦，然后如果有钱的话会买差音八，再來就是近距离的话一开始第二场可能会买 MP5 之类的。先存钱，然后再买后面 MP40 之类的枪来搭配。然后大家如果说你们对 AUG 有什么想法的话，欢迎在这影片下方留言。一样啊，什么枪都有人在用啊，只是你会不会使用它，然后能不能把它用的淋漓尽致，就是要靠练习了。然后我也期待未来 AUG 出新的涂装。那我们今天游戏玩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哪些影片，可以帮你喜欢，直接订阅我，打开通知铃铛，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。后面有一句需要 FIFA 的攻略情报，也记得订阅我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，追踪我 IG 粉丝团。还有我的Twitch直播平台，搜寻我不喝拿铁就可以找到我咯，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，拜拜。